嗨，我是 Dylan， 我是 Deluxe 的 Founder and Chairman。 今天很开心被邀请这个马来西亚讲师协会来做这个 Deluxe 的企业参访，经过一个互相的交流、互相的学习、互相的分享，然后我觉得马来西亚讲师协会是非常热情热心的一个团体。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敬义，也是马来西亚讲师协会的现任总会长。今天非常开心呢，我们跟着讲师边讲边吃来到了参访 Deluxe，也就是全东南亚生产最多电动门的厂家。Hello， 大家好，我叫伟盛，那么我是来自马来西亚讲师协会公关局的副局长。那么今天的确获益良多，那么到底他是如何做到的呢？我相信今天所有来参与这一个企业参访的所有的学员们都一定是获益良多，我们一定是学到最多的。大家好，我是阿莲，华东局局长。我们来到 Sense 跟 Deluxe 这个企业，一个马来西亚的企业，但是他们已经走向国际化，而且是做得非常系统化，让很多让我们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真的非常感恩讲师学院安排了这一场这么棒的企业分享。Deluxe 怎么样？